哦，这样看来，你们跟他是不是关系不好啊？Of course，他那种个性啊，谁想要跟他好啊？现在这些女儿还不见，我看是报应啦。那他平常跟女儿相处得怎么样？他呀，平常工作那么早出晚归，我看他根本忘记自己还有个女儿了吧。他中午又出来了。照这样看来，真相就只有一个，那他就是犯人了吧？我也这么觉得啦。反正随便抓一个人进去就好的啦，我只要能升官就好啦。不啊，Nesca，我又有业绩了。我们跟姐妹偷吃饭的时间到了，Sorry，我们该走了。See you next time。天哪，两个怪人，他们手机也不带走哎。那我们去喝小米酒的了。哎，那个动漫好好看哦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都是唱山歌的啦。哦哟，当个宅炮啊，多好，还可以听初音，猜一下，快点。哦，好吧，我只知道有一个很恐怖的一出，触目惊心，对不对？可惜不是，不是，是另外一个啦。啊，哪一个啊？好吧，好像是上个礼拜的那个那些年，对对不对？不对，还是不对，是那个，那个，猜一下，快猜快猜，不知道的啦。哎，那不然你觉得呢？昨天，前天，哎，看来有人在召唤我们嘞，去接电话了吧？你才去接电话，我就是宅炮，我就是不想接。国立王分局，你好的啦。哦，王启博，好，马上帮你转接的啦。王启博，出来接电话，快点，快点，很慢呢。快点，我想下班了。干嘛啦？下班。走吧。注意好。监狱传来。来，监狱送餐给你拖。喂，是谁啊？这时候打来，我很无聊哎，多跟我说点话好不好？这里只有大爱台跟橘光园地能看哎。他问我们是谁哎，我是你哥哥哎，我是你哥哥哎。神经病，还会有神经病打来警察局哎？你说我是神经病，那你很无聊是吧？你要不要承认你犯的罪行，这样会比较好？赶快听我老大的话啦！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是，难道就是你陷害我的吗？答对了。哦，反正我跟你讲啦，承不承认罪行看你，你女儿在我手里，她会怎样就看你了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女儿，而且我刚答对了，没有奖品吗？来看镜头。王启博，好好看看你女儿。对啦，这就是你见到你女儿的最后一面。妈妈，快点来救我！我最喜
喜欢吃小孩子的手。那么我们要从他的食指开始，还是中指，还是那个最肥的大拇指呢？开始。